Good morning, Jesus！耶稣哥在，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好，母亲节快乐！好，咱下早起做个参考来看，箴言22章第6节，教养儿童和伊家的应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无偏离。父母影响囡仔一生。当父母看到囡仔咧发脾气的时阵，我唔知你有发觉，有当时那个亲像看到咱以前的家己，咱都爱警戒。因为咱若要发脾气，咱就爱节制。咱对着囡仔的态度，囡仔是看伫心的内面，并且会恶起来。所以咱千万唔通伫囡仔面前失控。咱若无好好控制着咱家己的脾气，那安尼脾气就会来控制着咱。咱若是将上负面的情绪，互咱的囡仔的时阵，咱的囡仔真容易将来也是变作是安尼。咱中文字有自己听，我感觉真趣味。耳腔最旺，杂事搁加一个心，是毋是指着讲咱就爱好好来专心呢？囡仔要听话，咱就爱先学习听囡仔来讲话。咱要爱有囡仔来同意着咱的时阵，咱爱先了解明白伊内心中间的感受。慢慢我学习用着重复的方法来反应，并且是回应着我的囡仔内心中间的感受。就是当伊若讲的时阵，你会当甲伊讲倒转去，你是毋是安尼会感觉？互伊会当知影，你知影伊的意思。互伊毋是干那甲个囡仔讲，because I say so。兄弟姊妹，咱敬畏上帝的态度，会当帮助着咱的囡仔。互咱的囡仔伫咱的身上看见咱凡事敬畏上帝，也互因知影因爱自细汉就爱学习敬畏。互因会当为着上帝来活，因为咱嘛为上帝来活，所以圣经内面甲咱讲，教养儿童可以行你应当行的道路，也就是你即马咧行的道路。如果你即马来行得好，伊将来就会行得好；如果你即马来咧偏离的时阵，伊将来抵抗嘛就偏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母亲节的中间，母亲节毋是干那互妈妈放假一天俩。母亲节搁一边提醒着咱做父母的，咱的责任是啥物？上帝所割下咱的，咱是毋是会当做好的管家？将来阿头来祈祷，特别快主爱上帝，感谢你用着经文来提醒着阮，着行的事，着做的事，愿主帮助着阮，不但知，并且阮有能力会当活出来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愿上帝赐福祝福你家里的一家。